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旅游行程推介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行程系团号 DH21637， 人气剧集外景拍摄地岭南第一仙峰冰西峰林，全游北江小山下两天常玩团。清远小北江呢度有北江小山下嘅美称，所以来此最值一玩嘅就系坐船游北江。呢度江面开阔，空气清新，随住船嘅移动，心情都慢慢放松落嚟。两岸嘅山景绵绵不断咁倒映喺江中，北江两岸共72峰，峰奇险峻，江水曲折为环，构成一幅一水远赴海，两山高入云嘅大自然美景。呢度山川秀丽，古迹林立，山水相依，骨幽人生，空气清新，是如随神幽探古、悠闲度假的旅游胜地。冰西峰林走廊被称为南天第一峰林风光。冰西峰林有城似桂林的奇峰异石，有如丝似画、清澈透明的长长小溪，有规模宏大、景色壮观、面积为宝晶宫好几倍的羊眼洞，登峰呈线形排布，形态不一，错落有致。变化无穷的云海、雾景、竹林、农舍、星罗旗布点缀其间，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田园风光，置身其间，大约是蓝天、青山、碧笋间回归大自然的神韵。茶叶世界位于英雄镇，以茶文化为旅游主题，是中国著名茶乡。英德市茶树两种繁育示范场，占地面积逾1000亩，青山相依，绿树映衬，空气清新湿润，云雾缭绕，景致颇佳，已开辟成最新的旅游观光茶园，游客可享受亲手制茶的乐趣。具有清热解毒、滋润肌肤功效的红茶世界闻名，英雄九号仲被英国女王用来招待宾客。英德市清香鸡宴选用食谷种的走地鸡，清香宜人，口感薄荷，加上汤底的猪骨瘦肉，味道更加鲜美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河鲜宴只有两菜一汤，是用河鲜为原料，盐美食贵精不贵多，三道菜足以让人浅尝河鲜之美。用鱼、豆腐等鲜滚的汤，清甜可口，煎的小鱼都十分香脆，充满渔家原始风情。九龙豆腐是广东英德市九龙镇当地人人皆知的汉族传统小食，属于粤菜，是用优质山泉水做出来的豆腐，特别浓滑鲜甜，豆香盈口，配以肉汁香滑，味道鲜美的清远走地鸡别具特色。食味道鲜美的九龙豆腐，饮世界闻名的英德茶叶，游清远小北江，你仲在等什么？快点来报名啦！我们的报名热线是6284499922。